边。哇，好一个华丽的大厅，我们所在之处就是神夜之厅吧。这大厅的摆设气势奇异，中带有非凡气派，果然是有幽神罗侯的风格。相信在遥远的过去，在霍雍和冰离来到这世界前，罗侯的眷族也曾群集于此商议要事吧。不过这大厅似乎已许久没有使用过了，现在的此地和城内其他地方一样，只弥漫了无生气的死暗而已。那是三幽药。可恶，先解决那些妖魔再说。哦，三幽药，神魔共此破，月泄寒霜。剑石领命，治病救人了。开战！治病救人了！哇，好险！神魔共此破，神魔共此破，剑石领命。冲过来，妖除小计。剑石领命，顶峰神指不绝，三十一，剑石领命，终于轮到我了。神魔共此破，曹庆领命。搞错了，是反击过想要偷袭，我偷到自己了。灰心，妖除小计。万物为我剑，一千多。
直跑呢，你要防去哪里？烈焰寒霜，一直跑。少年学剑术。而止吧，剑石领命。满堂花醉三千客，剑石领命。请奉神旨，不绝。剑石领地不错了，没地方打。治病救人了，神魔共此破。治病救人了，适可而止吧。剑石领命，神魔共此破。五万八，应该就中而已。学剑术，中一了，但我治病救人。超级太渊一千，可以，超级太渊。算打不到现在，只是打个暴击，阴昏过去。这块奇异的金属片，上面竟凝聚着十月暗星祭都的药力。莫非，这是罗侯城三幽药之一的祭都之药？祭都之药，这个怎么会放在这里？根据霍庸所残留下来的记忆，得要有了祭都、罗侯与太虚三把幽药，才能自由使御罗侯城内的一切。既然祭都之药就在眼前。那就先把它取走吧。这真是一柄奇异的钥匙，不知要如何使用它。在途中再找机会试试看吧。不负所托，不负所托。